就是花青加藤黄，调一个一点点花青，一点点藤黄，调一个很淡很淡的绿色，加很多水。这是可以流动的。用一支白云笔，干净的蘸水，刮一下，用笔尖调颜色。笔尖调颜色，这笔后面还是水。然后把这个花心稍稍染一染。啊，稍稍，这个不要说。很淡的，当然还要淡。笔尖调一点点。把这个根这个地方稍稍染一点点，这上面要不要整齐？不要画成一个横横的一个线条。不规则的往上，这是前面的花瓣是不染的，但是染在这个后面。往花瓣的尖这个地方扫，还有一个画法就是上面是染白的，下面是染绿的。下一节课就会涉及到这节课是只染一个绿的，把这个白颜色的花白空出来，这是一种技法。这个绘画技法很多种。很多种表现手法，这是其中之一。一点点就行了，这样它就有一种这个立体感和这个白的感觉就出来了。这前后面这个地方稍稍多擦一点，像这样花瓣，把后面再稍稍擦一点。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啊，你看下面一点点，
擦的时候笔要稍稍干一点，你太湿了，它会印得很厉害。干干的笔。前后后面的稍稍差一点，这边少差一点，这边多差一点。互相衬托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绿色点一些点，这两个太平了一点，下次往这边拉一点。好了，花花都。染上了，好，很少一点点绿色，加淡花青，加花青，淡淡的，加水。再加水。加一点点淡墨，好，这样颜色就不是很鲜艳。中国画花花它是要求不要很鲜艳的颜色。好了，然后把这个下面呢，我们要点一下。点的时候注意把这个不要点到花上面去，把花衬出来。沾水，要沾水，用大一点的笔，点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要小心一点，把这个画空出来。
男生下面部分，下面部分染到边，这里给它扣。这颜色是不是很均匀的？它有的不断的沾水或沾色，使它颜色不是很均匀，它就有些感觉是有起起伏伏的。好，这里基本上就下面就染完了，上面稍稍染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整齐，稍稍不整齐染几遍。加水点，加水，好，我们看看效果。我们来把这个蝴蝶画一下，这是朱标。填在这个空隙里面，把那个线要留出来。然后笔尖沾一点点水，要给它干一下。笔尖沾一点点水，调一调，沾一点水调一调，这颜色就淡一点。然后把它画一遍。当心不要印出去了。这是一个蝴蝶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把这个翅膀上面还点一些白颜色。第二个蝴蝶，先调这个是赭石，把这个蝴蝶的木线都勾一下。
然后90，加一点点墨。把他的身体上面的来一下，好，两个蝴蝶，你还调这个鼠标。刷刷，扫一下，调一点点三星。把它的翅膀好，两个蝴蝶就画完了。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三青的。然后笔调这个赭石，笔调赭石。笔调赭石，笔尖调胭脂，画这个花苞，花蕊，干了以后才能画啊，对的，这个重心，好。不要画到这个前面花瓣上面去了，就前面给它留空。我们然后再画熊人。先画画师，点画药，横的。翅膀点一个黑的，
我找到休息。加一点黄颜色，等一下。黄颜色加一点白颜色。黄颜色加一点白颜色。把这蝴蝶点一下，这个蓝颜色有点不亮。上面一个把两边点一下就可以。这张款，这幅画就画完了。